情天下，这大街上人这么多，咱们先把手放开吧。哎，给我！怎么了？嗯，没有。怕什么？都是你，胡说什么呀？毁人清誉。好啊，那现在就去嫁给毕有福啊！你放开！嫁就嫁，也没什么不好的嘛。看他那副样子。说不定我说什么他都能答应呢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凭什么不同意啊？我，你欠我的还多着呢，我得留着你慢慢还。你这讨厌，烦人精。少主，您别再转了，您再转呢，我这老眼都花掉了。咱不是说好了会暗夜幽停的吗？就这么回去啊？我不甘心。那少主，你要干嘛去啊？没能拿到仙灵果，好歹我得去找君临渊一决高下。少主啊，我是看出来了，您是要去找那个小仙女吧？少主啊，追女孩子不是你这么追的，你这么急哄哄的去又不知道干什么，那样没用的。怎么说的你跟情场老手似的。我这把年纪了，这些事情肯定经验是要多一些的。那你说说看我该怎么办。小姐，嗯，你要不使个灵力给我看看呗？这哪是能随便乱使的？我一天就那么一丁点，我可得省着点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用啊？嗯，要不晚上我们点个蜡烛吧。哎，不行，这太浪费了。怎么着都得用在做奉茶上面啊，说不定口感更佳了。放我！又来了，没完没了。秋玲，你要不先去厨房，我等会儿去找你。嗯。都怪你，哥哥被城主他们抓着教训了。那可不关我的事，是君临渊捣的乱，我可是很配合的。你这是在炫耀君殿下当众认可你的身份吗？你别妄想了。光他一个人认可你是不够的，还得圣君圣后点头才行。你有本事把剑放下，我们直接来。你当我傻？规则向来都是由强者制定。君老大，你说这荔枝能做成上次那种吃食吗？你问他不就知道了。那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到底喜不喜欢君殿下？我喜不喜欢关你什么事啊？凤柳，你这里不会有问题吧？再说了，人生在世又不只是嫁人这一件事，你们喜欢我还不一定稀罕呢。哼，君临渊又不是唐僧肉。君殿下，是你说的，我可没逼你啊。
是你说你不喜欢君殿下的？是是是，你要是再说一句，我削的就不仅仅是你的头发了。你等着，真烦人！好不容易可以修炼了，我一定要唤醒师父。君殿下，你被嫌弃了，那是不是我有机会了？哎，话说这唐僧肉到底是什么肉啊？很好吃吗？无聊。哎呀，这突然变冷了，是不是要变天啊？